位是方陈智识，大家好早，咱继续过来讲解《佛说阿弥陀经》极乐的净土。现在咱继续过来看这经文，下头地中莲华，大如巨轮，话咱叫做车轮啦，哈，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相结。哦，这点呢，真奥妙，就是这四字微妙相结。那么首先呢，咱来了解讲，伫西方极乐世界，咱这个净土，那么成就这个净土，咱这个七宝池内底。八功德水里面有池必定要有水，有池是七宝池所修炼一个硬体，八功德水是咱的智慧，咱的心境，咱的思维所修行，跟日常生活中间咱所修行起来是硬体就对。那么硬体有池有水里面一定要有物，物质是啥物件？莲花、莲花。那么莲花伊所代表也是代表一切的众生，嘛是代表咱的人。伫西方叫做世界，这个净土，这莲、個、啊七宝池内底莲花，哈、啊、是安怎来的？这伫虚空之中，你看无当看，摸也无当摸。在我們的限間，你也沒辦法看那麼遠，望遠鏡照也照不到。那麼佛他有這個超越的能力，好把西方叫做世界這麼莊嚴說給我們聽。只要我們依照佛所說所開始的，我們依法去修行的事，我們一定也是當下现在所徛的所在，恁住的所在，咱住的地球上，咱嘛是极乐的净土啊。那么好，甲咱开始青色青光，啊，就是咱爱修这个德，修这个位。啊，位呢，真侪种的位。啊，有的菩萨呢，佛啦菩萨，为了众生啊，要好开悟，所以有当时会用真强烈的态度呢。要求众生勤修精进，哈、啊，做一寡袂使违背良心，袂使害胎。所以有当时啊，即个威啊，为得感化感化。所以咱只青色青光啊，咱青色青光啊，再三强调，得甲威并济，凡事以人格来感召，为人顿修。甲诚实的，好、哦，虽然咱娑婆世界也是有这种的修行的人，咱买单到西方叫做世界去。现在伫娑婆咱世间呐，都已经都是青色青光的标识的高雅，所以咱伫世间的道德非常的重要，咱的威严嘛非常的重要，咱的人格骨较重要。所以人格、位甲德三项拢是等号，一直等号的，这先成的。啊，所以佛啊，叫咱讲认真修咱的德，修咱的位，迄就青色、青光啊。咱德啊嘛青啊，好、哦，青发出就青一光，就是德，德者德爱呀。所以咱看观世音菩萨是安怎子指定哪，为了指定哪在修行呢？啊，为什么当时佛陀呢？好，我是德林、德林、德兰精舍，这啥意思呢？迄个佛伊的威啊，甲伊的德，甲佛祖伊的人格来感应、感召着，所有遐尼济、遐尼济信众弟子、十方法界圣神佛菩萨来感召着十方。所以，咱要学佛祖的精神，学佛祖的威德，学佛祖的智慧，确实咱爱个努力，爱打拼。要打拼，安尼对对开始呢。要修个威德、德、甲人格、感召，对对，都敦厚，做人
较厚重嘞，做人较青菜嘞，佮做人量放较宽嘞，然后嘞，诚佮实，人佮人中间都无必要相骗，吼、哦、啊，诚心实实在在，咱就有法度认真真正达到德甲位啊啦。那么，咱这老实的人，你莫看伊讲老实人，互人欺负，啊，伊互你就看真了，就感觉真无价值咯。防欺负的人咧，伊会当忍受防欺负咧，但是有一天，伊嘛是会当到西方叫做世界去，一直青色青光的年代之上啊。所以佛啦，甲咱讲，咱莫看人普普，咱莫看人，感觉看不起。啊，看伊那是笨手，这种错误的行为啊，各位是方是利息。啊，咱佛啦，甲咱开始，咱看人爱平等，爱尊重所有一切众生。咱尊重伊，尊敬伊者，咱即是尊敬着自己。因为咱尊敬伊，咱心内咱烦恼会减少啊。曾经咱一个信徒，啊，去藐视一个人。有一天，这个人已经成就一个大企业家。啊，那么这大企业家呢，伊到尾也回来个感谢咱这信徒。结果咱这信徒一个面额啊无落去好看。但是咱这个哈、啊、信徒感激迄个人呢，伊嘛真正感激。讲假使若无你感激，我今无成就，非常感谢。但是当时感激咱这信徒呢，伊家己讲啊，啊，什么话都讲啥，讲到尾吼，一世人啊，这十几年来安尼无法度收煞，唔知用什么理由来收煞。所以佛家人讲啊，那爱有德，爱有威，爱用人格来感召他人啊，咱唔通用恶言恶语啊，藐视他人的行为啊，来刺激他人。那安尼呢？咱唔对，除非你是大开悟的角者，你才会使用刺激的话，然后伊可以给他顿悟起来。那无者，咱就无啥迄个权利，无啥迄个资格来对他人的恶言恶语啊。哦，所以咱德甲威啊，咱爱保持人格搁较重要。人格德威哈，遵循诚信。合理唯一是成就西方净土清色清光的高位的不二法门。是方其实咱人伫世间的修行嘛好，做人处事嘛好，咱唔通看表面，表面是虚伪的，啊，表面是不永远存在，啊，表面是会让人起烦恼的产物啊。所以咱看人，咱来看内心，看伊是毋是实实在在一个人，做人处事是毋是有虚伪无，有装饰无，有包装无啊？这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咱宗教的包装非常的厉害，世间任何阶层做事业嘛，包装非常的厉害，讲究民主的时代啊。但是讲究民主的时代。虽然是已经到这程度来，但是咱若有开悟者，咱有觉悟者，咱未迄个行为。所以咱一个人啊，咱若实实在在、真正诚实、老老实实做人的时，咱就免包装啊。曾经我一位地主啊，伊做一个产品属水的地主啊，伊咧对这水的真正吼有独到的技术。伊水咧对人身体的健康非常非常的有帮助，但是咧下月完工啦，下个公司朋友个啊某某人某某人啊，你以为啊，哈、啊、你的水吼，你的包装那嘛创较水咧，有一间关于包装的问题在讲，我讲你今日水，你以为天你以为这三字，你的物件都是一对一咧，这比造包装较厉害。好、哦，你太阳白的水嘛是你一多一的，尤其是人卖你的名声，实实在在职业道德，这是你的名声上重要啊！咱唔通包装，唔通虚伪啊！你若虚伪者，咱真哩都变作你这物件是外壳，不存在，无永远存在物件，
哦，抢到你实实在在你的技术、你的智慧，啊，甲你的爱心，安创去啊！所以咱这位地主啊，哈伊只，哎呦，我对水好好啊，甲做好，安尼就好啊。要其他嘞，吼、哦，其他外面表面嘞，慢去对时机。那么安尼嘞，你甲内在做好，产品做好，那么你就已经证下着，证明着你唔识唔讲。诶，这个高雅啦，所以黄色黄光的莲花就不虚伪的装饰，实实在在的修行，实实在在的做。哦，所以咱就会得出啊，还一直保持着伊的品质第一，这已经证着咱极乐世界七宝池。好、哦，八功德水内底的莲花，黄花的莲花。所以咱若看了黄花莲花，咱进来反省。反正啥，我是不是有虚伪无？我若虚伪，竟然改过；啊，我是不是真够包装无？哪够包装？我竟然改过，实实在在来做人啊！哦，那安尼咧，咱做人处处心安，咱就现在你一个位的黄色黄光的莲花。哦，所以这里佛甲咱开始揭露净土的境界，就是安尼咧，好嘛？那莫看到修行人，吼、哦，迄、那个衫穿较水啊，撇撇撇的，佛珠挂较大粒的，挂到叫哦，我什么啥物件，啥物件，哦，我一粒几万啦、啊，难免安尼。一那安尼一直修遐佛遐石头物件尔，唔是伫修内心嘛？迄个代志，但是咱看到也变马路，咱爱修定慧，修定慧，咱爱有心，爱有定，爱有智慧，咱就爱安尼修法。啊，所以咱佛法之妙，咱爱有一个觉，有一个觉悟的觉，咱才会快乐，人生才有意义。好，那么咱人在世间啊，难免有逆境的时，啊，逆境的时啊，咱家己爱有主张，无人讲啥啊，讲啥讲啥，就对你行，到尾啊，愈拖愈深啊。好，所以咱开始就赤色赤光啊，就是人在逆境的时，咱莫甲人同流合污。啊，修处法者一念，啊，修处法者一念为，就是赤色赤光啊，赤色赤光。就是讲，咱人逆境的时啊，咱唔好哎呀，我逆境欠钱，我就来抢啊，不得手段，现在马仔机票爱跳，马仔机票爱得你过去抢咧，去夹咧，结果互掠着，照跳，整个人生都乌有，何苦来哉？所以大家平常时，咱莫虚伪。咱爱有道德，有这个威严，爱人格，做人爱遵守，哈，而且爱诚实。那么咱事业，咱就徛一不败之地嘛。咱就免在后壁，哇，来甲人这里都，连面做袂落啊！你都爱去哇，人看地路、近路好行无？紧嘞，趁些钱，当来落只胖，日日安尼，都是真真正正的自卑。就是错误去啊，错误去啊！所以佛教人讲啊，咱赤色赤光者，咱唔通甲这吼所有同流合污，爱重新拍拼，立志向善，改过过去歹习惯为原则啊。那么过来，白色白光，白色白光啦，喜欢安乐，不可独乐乐，应众乐乐。哦，就是讲咱呐。做人处事，啊，咱爱欢喜，甲人斗阵，咱唔通勉强甲人斗阵，甲人斗阵欢欢喜喜，甲人斗阵，咱嘛无必要扮作一个脸，嗯，我安尼咧错过去啊，咱这个脸扮作这样咧，是臭面，这会臭会臭的物件，你装安尼是违背良心，有啥路用？欢欢喜喜，大家来斗阵，啊，咱有好的物件，不人知。有好的妙法不能知，啊，唔则唔通独落落啊。咱以上四项的原则，啊，四项的莲花咧，咱以后咧，咱得到开悟以后咧，咱自自然然呐，咱即是，啊，一旦，啊，伫娑婆世界化为西方净土的世界。所以老早甲咱开始，咱无一定爱甲西方叫做世界去，才会当看到青色的莲花、黄色莲花、白色莲花、红色、赤色的莲花啊。咱当下
依法修行者，我相信咱现在已经嘛伫西方极乐世界，七宝伫八功德水中的莲华，吼、哦，所以灭佛法之妙，咱用伫生活上；佛法之妙呢，咱用伫咱日常的修行、做人处事中呢。我相信咱嘛是西方净土七宝伫之中啊。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以前他好甲咱开始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之中啊，四种的莲花，四种的莲花发出无共款的光，嘛甲咱启示着咱伫娑婆世界世间啊，咱各执本分啊，各尽本分。努力做到问心无愧的事，咱就有法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咱就有法度是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莲花化身了。难免伫世间呢，经过父母的因缘关系啦，佫出世做咱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心所成者，心所修者，即有成，道理就是安尼来。那么好，甲咱开始咧，哈、哦，微妙相结，哈、哦，微妙相结，四种的花，哈、哦，四种的莲花，哈、哦，四色的莲花来微妙相结，那那就像太阳，哈、哦，一光芒，甲阿弥陀佛感应，但是咱用应搁修行啊，甲咱开始，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好、哦，咱依法的世间做个佛教咱开出的条件，咱照你去做。到咱有一天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嘛好，阿弟现在要活的嘛好，咱心中发出微妙的盼，心中发出微妙的盼，咱爱有威，爱有德，好、哦、爱以人格。感召他人，袂使用不得手段。咱爱遵守，爱诚信，哈、哦，咱来不虚伪，啊、哦，种种呢，咱依法修行以后呢，咱内心，咱的佛性，咱的自性，咱的灵魂，自己会发出这点这点微妙的香，而且呢，或者莲花非常的清气，拢一点不染啊。一粒沙粉都无，垃圾都无，而且发出遐尼香的花。恁兜若种莲花的时，我建议早时起，恁注意甲看。我常常对莲花看咧，啊，讲袂出来的微妙清香，遐尼清气，恁无污染。所以叫讲出污泥而不染啊，出污泥而不染啊。道理就是一只，遐尼的殊胜。遐尼的庄严啊！各位是方是知识啊，佛教咱开始的啦，咱爱用生活中去开、去觉、去悟、去体验，对内心去开发出咱本身的本来的大智慧啊！所以咱依照四种的花的原则四条，哈、哦，青色。白色、黄色、赤色，这些原则，咱去日常生活中去做咱的座右铭、的修行的事啊。我相信咱每个人心中，不管是要发出真正清香，要发出真正恶臭，要发出一挂真正臭臊的物件的香味、的臭味出来。所以，咱有当时啊，点点这呢，菩萨佛来的时啊，你拢闻到清香的味来。迄就是，迄种已经西方极乐世界，啊，七宝池八功德水中的菩萨经过咱家，互咱闻到真香的香味。若是咱坐咧，感觉闻到真臭味、真臭臊味啊，迄就地狱界的众生、畜生咧，因为经过咱家来，咱家闻到这哩歹、这哩歹味。相对的，你闻这么爱闻，你嘛爱闻；闻这清香的味，咱嘛爱闻。那么爱那一种呢？当然，咱呐爱好好修行，好好做人处事，
咱唔通聊聊要满骗人，聊聊咧要用人格吼，咱咧好我都偌烦的人格，你都偌无好，咱拢唔通安尼，唔通哦我偌高贵，哈、啊、你想安怎就安那，咱逐只满咧，咱啊尊重一切众生。你今有这个高位，也是有这个较好的修行的场所，也是较好的官位的事，拢是大众好难的啦，唔是家己搞啊。家己拍拼是责任甲义务，无啥物功德可言啦。所以大众爱互咱做，咱就欢欢喜喜，咱就为大众服务，莫急着使汤啊开。那安尼是咱人生都感觉真正会快乐啊。若是咱急着使汤啊开的时啊，咱人生感觉就无啥物意义啊啦。所以各位是奉承知识，好简单讲来啊，叫做世界啊莲花。地中的莲花，吼、哦，遐每一种的花啊，遐尼清洁、美妙、清香。咱若依照遐的善法来修行的时啊，我相信啊，咱大家心内就像太阳遐尼光，太阳遐尼光呢，咱自然会按阿弥陀佛的光的感应，和阿弥陀佛的心，咱就会感应啊啦。所以咱人說啊，我要如何阿弥陀佛来感应呢？哦，咱来个看咧哈，感应咧爱欢喜安乐，袂使自私。哈、啊，过来咱入境的时，咱袂使含小人斗阵，家己爱有主张。哈、啊，过来咧，咱唔通虚伪，唔通做表面咧。哈、啊，过来咧，咱爱有德威，凡事爱有人格的感召，为者敦厚甲诚信。那安尼时啊，咱当下都我都含阿弥陀佛。咱的心灵之光像太阳的光芒，哈、啊，咱会当和阿弥陀佛来感应啊。但是咱爱个努力的修行啊。各位是奉承知识，往禅老祖嘛，甲咱开始，好讲咱啊，见性的人，见性者，其心是清净的，好、啊，犹如莲花之香，不断的散发清香之气啊，清香之气。就是讲，咱若有咧修行学佛，咱有觉悟见性的人，不管是咱咧伫身躯边散发关怀大众，喜悦欢喜大众会当快乐的妙法，哈、啊，散发咱的人格，散发咱的德格位，散发咱真实不虚伪的，散发咱的自己有主见，未了了同流合污的心，那么咱。即是会当感应、感召到咱周围的人，那安尼是咱现在就已经和阿弥陀佛已经相应啊。哦，所以有的人，哎呦，我要和阿弥陀佛咱相应，真简单。以上所讲这四项，咱一定有法度和阿弥陀佛的根，甲阿弥陀佛的心会当心心相应。那么。刚刚开始，四种色的火花，的莲花啊，的光啊，开始咱在阿弥陀佛的心中，咱如何合一唯一的妙法，也是跟咱关系到这段落。